你说我一会儿就开门是吧？ 你试一下，慢慢的，别弄坏了它。 看见没？你一定要关上门，知道吧？你这样，你那里面来一下啊，或者关上门，在里面那个里面，或者里面那个，关上门门怎么弄？关上门，这个开烟，这路面看他们前面怎么弄，能看到吗？看不到是吧？那个这这玩意儿谁能看到？你伸手一举，你再说。 看见了吗？一定要反锁，知道吗？任何时候回来，家里一定要反锁，要换个好锁。谢谢。